真っ赤な熱気が吹き上がる大地を見たことはあるか？闇が押し寄せてくる。おかしいなぁ、クッキー。私だってやるときはやるんです。あん、喉が渇いたよ。最強の骸骨です。糟糕，怎么感觉我这个位置感觉不太一样？等一下哦，看一下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。最強の骸骨です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最強の骸骨なんだよ。他一样是灼烧的伤害齁。我们这样打了那个什么东西啊，其实这一次的伤害打龙好像不太行耶。我们是因为血鬼有暴击，所以我们打了600多万。 OK， 这个是血鬼的那个暴击的问题，然后蘑菇的150万，这也算标准，但是他的伤害怎么办？有点谢谢再联络耶。你们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我觉得这样不行耶。我们再试一场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还不如带鲨鱼，对不对？我们再试一场 ，OK？ 我们再试一场，好不好？给他点机会。最強の骸骨です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。最強の骸骨です。我现在就是直接用半自动打法哦。其实他也会被龙打到，他的那个毒没有像毒蘑菇那么的旺盛啊，好不好 ？OK， 血鬼这一场没有，这一场没爆伤害的话，其实基本上差不多。然后加上他的冷却应该还要再调整，但是这个伤害我觉得打龙应该是不太行。对，这个就是给各位当做参考哈，就是我们算是拍一个打龙的。然后第一场620嘛，那是血鬼的暴击。第二场这个东西血鬼没暴击，蘑菇的伤害是一样的，但他这个伤害70几万，跟黑巧怎么好吧？这只打龙可能真的不太行啊，给你们当做参考啦，好不好？